卡纸变形记之鞭炮。首先，我们拿出准备好。我们的作品，哇，非常的形象。什么时候会放鞭炮啊？过年。没错，过年的时候啊。嗯，当然了，现在呢，为了环保，有很多地方呢，已经不主张我们来放鞭炮了。不过小朋友呢，做一些这样的手工作品，我觉得挂在门前也是一种很好的装饰啊，很有意义啊。看我们两个的作品，其实呢，哎，有所不同，有一点点创新的地方。我这里呢做了一个福字啊，福到了，所以这个福是倒过来的，代表一种吉祥的寓意。哎，我这个呢是哎中国结，也是带有这个吉祥的寓意啊。没错，而且很有我们这个民族的这种特色啊。谢谢大家，我变成了鞭炮，挂在家中做装饰，太漂亮了，哈哈。